房屋局和房委会举行共筑幸福屋村节活动，推广公屋幸福设计概念，增强社区凝聚力。想不想知道屋村节有什么特色？为纪念黄沾逝世20周年，康文署展出沾叔的经典作品，由狮子山下去到流行文化的黄金年代，一起回顾沾叔的光辉岁月。今晚港台电视31凝聚香港。